从这把空心年的新年份开始，屏东这家慈善单位是开始迎接长期向给女幼师家庭的新年了。当年不记得50万元的钱，不记得最多我还付款了去找的地方来去找。两个人知道总共给出了几百万的餐费，已经会带上一副的家庭减少了一大的负担。做酒店都工作人员提人卡准备传单，从气象都五间做酒店，所以小朋友拿出一张有慈善费发给幸福做酒卡，当然主要是免费式五十块的做酒。结账方式就我们会登记在单子上面，那一个月之后慈善功德会来过来跟我们结账。生意的名义当然是按每个月月底结账。年纪轻的弱势家庭，虽然无钱去交慈善费，两年前发通应用做交个发通，然后虽然当年做法是动用真心个去上课，或是个情绪来个较稳定。虽然呢，来疏导，也个照顾啊，心情就十分安定。有安定个心情啊，伊就可以认真读书。大家吼，阿来听书，吼阿认真，哈阿帮虽然呢是宝宝，阿阿来哭。莫哭到眼泪，生意呢？好，让社会这个角落更有温暖。特别悼念生意革命的卡片，每鼓励慈善费收入的费件，希望下礼拜经费更加多一下。是加码推动孕育是亚个发通，本总督个弱势家庭生意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看看新闻，请问您，屏东报道。